外竞赛东倒西歪，好奇怪的名字。好了，第一名三饼，第二名三甲，哇，很好，哇，三年级精神还很好哦。第三名三丁，一样再派两个小朋友。啊，那这个我看先请三年级的学生主任上来好了，我这三年级的来。前后，很好，来这里，快过来，这边，我们下次每班派两个就好了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往后退，来，往前，来，你不要往前，哎，后第二排来往前，好，来。耶、yeah ！好，很好。接下来我们颁发四年级组趣味竞赛，我只在乎你。邓丽君的吗？邓丽君的了。好，来一饼，来第一名四饼。啊，很好，第二名是丁。哦，好，第三名是甲。哦，今天四年级表现的精神真的是非常的好。好，来四年级学生主任。四年级学生主任是立凤老师吗？华轩的。华轩老师，拍手拍手。好，我们就直接颁奖。对。前面的摄影师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来，再接下来颁发的是五年级组趣味竞赛臭蛋东西。好，第一名五年乙班，第二名五年甲班，第三名五年丁班。好，我们请二年级的学生主任，助阵吗？好。一年级的学生主任是一鼎副教一鼎老师，到前面来预备。好，拍个照，来。来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全部的学生往前站，对，全部往前来看前面的威仁老师，来，笑开心一点，趣味竞赛嘛。好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六年级组趣味竞赛《滚动人生》，来第一名六甲，好，来第二名六物，第三名六丙，好，来赶快派人上来，不是只有叶啦，赶快上来，来六甲甲物丙《滚动人生》。一年级的学生主任怡婷哦，来，给你哦。好，那怡婷交班给前面的。那等一下，请学务处的组长准备哦。哎，好，我拍个照来。好，恭喜！好的，请习军组长。好，好，请习军组长担任颁奖人。来，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800公尺团体跑。首先颁发的是五年级组800公尺团体跑比赛，第一名五年乙班，第二名五年甲班，第二名五年甲班还在吗？好，第三名五年丁班。好，来。上台。来。
八百公尺很有景气。好，来，来往前站，往前站，来拿礼物的往前，第二排的往前，不是全部往前呐、啊，哦，太快了。好，来看前面，来拍一张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六年级组八百公尺团体跑比赛，第一名六丙，第二名六甲，第三名六乙。好，我们请体育组长来，陈总来颁奖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请刘乙再请宣传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拔河比赛的得奖班级。首先颁发的是三年级组拔河比赛第一名三乙，好，第二名三丁。好，两位班级请上台。好，我们请宣传来交易。好，交易上面的好 ，OK。加油，排二组上。好，来，来往前站，往前站。第二排的往前，好，第一排不要动。OK， 好，来，看前面的摄影师。OK， 来，恭喜，来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颁发的是四年级组拔河比赛，第一名是丁。好，第二名是乙。好，来，我们赶快上台领奖哦。这个我们请我们来，最近这个为了这个环保哈、哦、也很辛苦的，我们的卫生组长宣朗来颁奖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五年级组拔河比赛第一名武丁，第二名吴丙。好，拔河需要力气比较大的，我们请会长力气最大，财力最雄厚。哦，好，来第二名六丁。
第三名六哦。哦，好，来上台领奖。好，这个一样，找经验最丰富、能力这个资源最充沛的一万队长，来，你来颁奖。好，接下来。